过节了吗？8月15，祝家人们节日快乐。古代都不在家嘛，在家不就可以坐车了，不得开着小电驴子回邢台。我们基本是1个小时0几分钟，我们就到家了。8月15了，祝家人们阖家团圆，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，安全到家。豆包子，豆包子。哎，你看看你们凤姑姑钓的小鱼儿在这晾呢啊，有吃小鱼儿的啊，就来找蛋妈。看这小鱼儿晾，多好。哎呀，这点白菜还真不错了嘛。你看后边栽着。哎呀，可是呢，得力了哈。哎呀，这油菜。妈，这油菜你是划的垄沟种的，是不是？看我说咋这么齐溜呢，像排队似的。今年香菜还少点呢，妈，去年你忘了你这些香菜呀，哈。去年整那些香菜都白瞎了。我妈都在那愁着呢，没人吃。去年那长得还大呢。哎呀，这小香菜，正齐溜的时候。嗯呢，看，你看这点韭菜白瞎了。哎呀，这个白菜妈差老近喽，那里面的还强些，是不是？对，那里边那个管打的有半心儿、大半心儿的。你看这雨水泡了这两天呢，那时候那咱家的白菜多好。排骨炖那个笋，吃着好长肉，长肉好跑菜。大家庭用大盘子盛。哎，你真有瘾呢你。吃饭不知道回来呀？不知道今天过节呀？回来了吗？哎妈呀，不打电话还不回来，真行！钓多少啊？看看。哎妈，没少钓呢。行吧。行，太行了。够吃一顿的吧？这个有瘾呢，一天3斤也钓，2斤也钓，1斤也钓。你做。看，他这鱼还挺好的呢。嗯呐，你看多好。哎呀，钓的就是大号。嗯呐，我们这的柳根鱼就这么大。啊，最大的也就这么大，就是有红豆才能不红。今天没有酒哈，没有酒，没酒，不喝酒。今天咱把酒都记上，这15了，管他当好的，反正是一桌子。哎呀，咱也不会就是家常便饭，就能家常的做。你想调什么好味儿，咱也不会调。这个咱们这不是团圆日子吗？祝这个全国的兄弟姐妹们、孩子们。咱们都团团圆圆的哈，顺顺利利的，中秋快乐，跟这个8月15一样，咱们是团圆节，都团圆。中国的团圆节。祝大家伙儿中秋快乐，身体健康啊！11了哈，这那个节日更隆重。嗯，这个全国人都得欢庆这个节日，比咱这个中秋节还隆重。咱都快快乐乐的庆祝这个节日，祖国繁荣昌盛。不是，这里头怎么还有这玩意儿呢？怕你扎嘴吗？来，你坐着，快拿凳坐吃月饼，咱都看这啥月饼，这啥馅的？巧克力的。没说，这还光写他这个名儿，炉石。嗯。文明吃法啊，这样式的。看你们凤姑擀月饼啊，文明吃法的，这样式的吃。对。哎呦我的个天哪！你得切好了，要不没法下嘴。切呀、啊！快还咋切呀、啊？你得切小块儿。哇天，老爷爷，这么丁点小块，两口就进嘴了，还切、啊？不是他着急，你得有耐心。嗯，快！我切碎了还切呢？很长，一点一点的，尝试滋味。还这么吃法，赶紧把馋的，哈喇子都出来了，馋死了，真有个意思。好吃吗？哎呀妈呀，你看司令吃的，哎呀，好吃吧？邓姐给悠悠月饼好吃哈，少掰一点。这个软和，对，适合没有牙齿的。给，我要一半，我尝上一口就行。嗯，挺好吃的哈。嗯，是吧？我买广州人邮来的月饼。这月饼拿一个，咔咔两口吃完。那人不给你整刀和叉子，你嘎吗？刀叉子嘎也嘎不成个儿啊。要不是东北人就这样式吗？人家这不带锯齿的吗？让你慢慢拉。哎，没等到你拉完，上去我两块我都吃进去了。是狼，东北狼，东北虎。这等你拉完了，真的铲出哈喇子来了。你是这彻底的东北虎。老板挺清闲的。我昨天
早上不到六点就来了。哦。已经拿走三四锅了，然后锅里的我已经蒸上一锅了。本想着中秋节能好好放个假，结果万万没想到，昨天干了五个活，一个人累够呛。嗯、那个干完活了怎么说呀？干完活怎么说？一会儿带你去吃好吃的。真的啊？中午有个聚餐。是吧？啊，行。晚上再请你带酒吃好吃。真的呀、啊？这挣钱开心呗。昨天早六点晚六点爽吗？昨天早六点晚六点，你说错了。啊、昨天早七晚九。你少说了。没有，就大点，我就大概那意思，反正。昨天七点从家出的门。啊、昨天晚上九点到的家，啊、早七晚九。今天是早六晚六。当老板果然很爽呢。当老板果然很好。欢迎大家来到老板。行，一看就没啥问题。我先偷偷看一眼。行，这不挺好吗？就贴完就完事儿了呗。那今天活比较少，可能也想让我休息一下吧。真不错呢，真不错。还有最后一个，看看今天看上早下班儿。今天过节，早下班儿，休半天呗。休半天好像不太能休半天，休三分之一天吧。给自己放个假。徐老板出门开心吗？开心啊。开心啊。告诉你个不开心的事啊，你下午还得回去干活。能不能不提这事儿？行行行，那还是好朋友啊。走吧走吧走吧走。这么一大锅，我天。嗯，这也太大了啊。还有专门的小料。哦，他这个料是往这里蒯的。对，这是块原汤。有一碗里别放香菜啊。哎呦，我带你兑一碗。每次来都得有正菜。对，这是必须的，东北那啥的特饭店的特色。那东方红正菜比这还多。节日快乐呗，哥哥。节日快乐。你干啥呀？你怎么还？干呗，我干了，你随意好吗？啊，行行行，你这还带气儿的，冒泡的。那啥？那我你干了，我随意。我这不带气儿的。那你干了吧。我干了也可以啊。我要吃饭了，我给你倒了。咋、啊、困了？吃好了吗，大家？吃好，我想回家睡觉。来，清醒清醒，好干好干好好干活，好干活，清清不清醒？清不清醒？清不清醒？哎呀，清醒了清醒了，烦死了！走，不回家你自己干好了。不行，我干不了，来清醒清醒，来，好，走，好干活。烦死！情况是这么情况，想休息想休息，又来一个活。徐老板现在这活根本干不完。干不完是吗？根本干不完。天天哈，嗯，这还畅想着晚上，哎呀，看个电影，洗个澡，吃个饭，对，啊、嗯，我都想好晚上，我刚才发朋友圈，我看人家都看《侠人四》去了，我特别想看，然后洗个澡，体验个大东北的喜剧文化哈，看个电影，洗个澡，吃个饭，完美的生活，别想了啊，完美的节日生活，别想了，这刚才还迷糊的，这回就跟打了鸡血一样。谁能有钱不挣呢？谁能抗拒小钱钱的魅力呢？没有人。